分身苦力炮、哦，在搞吗？我要搞，我没有，我没有。祭司又来了，祭司又来了。挖掉了，挖掉了，挖掉了。喷龙，喷龙，喷龙。哇、哦，好痛，好痛，好痛。哇、哦，他拿剪刀。注意，注意自己。哎，都来，都来，都来了。右边五个，右边五个，六个，五个，六个。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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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我没力量，我先退哦。回来补力量再打。剪刀打到一样。我回去拿拿肉，我没肉了。啊？这有陷阱。对面右侧会变很难走，有那个暴风岛。好、嗯哦，好，这个撤退的路线有陷阱啊，走一走自己摔死。不打，没两个。上来给我打。对，我回去买一个镐。祭司在桥、欸欸。我们家里有一个蓝蓝，我们家有个蓝蓝。有一个蓝蓝，欸、我看到。祭司在啊！祭司在巨壁里。白青有看到吗？有有有有，二总进去了，可恶！啊，他上来了上来了。我们家奶奶他哪是、欸、他哪是啊，你骗我，假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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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退就退去了，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小心。嗯。我放点装备。嗯。哇。干嘛？哎呦，雪球啊，小心哦！哎，家里有，家里有了啦！家里有一个，家里有一个，上去了。去把哭公镇。有有，把打下来了。哈、啊。还丢东西他丢那边不是直接送回我们家吗那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中毒了你为什么平白无故中毒你是不是在转蛋你是不是偷东西绿宝石怎么会突然没有了怎么那么少你是不是在转蛋呢、啊、你痛正常不会忽然间中毒的哦，那吉。我一定是，我一定是遇到了中毒小仙。中毒小仙。中毒小仙。我怎么不认识这东东啊？绿宝石都被你领光。我还有四颗啦。还有四颗。好意思不？对不起。嗨。那你，那你？我在钓鱼。哦，没事啊。有关生意，关于生意，关于生意。哎、欸，这样会不会掉到附魔光啊？哎、欸，不好说。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还有中什么大奖？大奖是什么？有一些好东西。哎、欸，进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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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到碗了。等一下，掉到碗，掉到碗。哎、欸，铁针被我弄坏了。家里是不是有？他还有有人，有人，有人。下面有一个蓝蓝的，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哦，好。啊！不要射我了。中间有辅导博士了。欸、我29等，没有说给你，太多了。29等，看你要不要去那个、啊、附魔，附一些好东西。好可怜哦！看看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嗯，你以为我在交易吗？我在看着他、欸。嗯，这已经附魔过了。祭司左边，痛，痛爆！哎呦，雪球痛爆！一把斧头，斧头贵，送给你。保护，保护12，要4等，四等。我不理你吗？他们其实在中间。对啊，左边三个人。我还扔标枪，扔标枪、啊。好，在哪里？中间扔。哦，还好。这么凶啊！五等。对面天桥，天桥上蛮多人的哦。啊，随便上个什么什么什么力加力量上。哎、欸，为什么他们家有那个爬上去的梯子有一个是断掉的？为什么？被破坏？炸破的吗？不知道。可以破坏吗？人家拿剪刀，你都炸破的吧？
拿剪刀去剪自己家地板。反正扫梯子。有射到他，上啊！有。我在想要怎么下去。下去。行。我挖你家力量。放我们家力量。弓箭打掉。挖掉。小心哦！关键是看他们祭司什么时候来。哇，很痛，很痛，很痛，怪怪的。在地板上捡到26块钱。祭司来了，祭司来了！小心哦，敌人都靠过来了。绿宝石都没有。左边吗？养猫了。对，他们祭司在，他们祭司在。我们祭司血太多了。繁星掉在哪里来的、啊？我不知道啊，捡到的。哎，十一个。自己做。你做给我看。要跑！也面目错错，没有，重点是没木棒啊！我自己吓得好可怕。没事，死人了，活得好好的。突然一根飞过去，捡到了一些装备，保护衣。OK。哎，我们家右边。右边吗？嗯。右边他来了，不知道裤子永久。他被围剿了。红红的，跑进去了。有人跑进去了吗？有一个，上面有一个。上面。被打下来了。撤退。家里面有需要支援。没事。家里面好。没事。没了，家里面都不见了。没事了，是不是？家旁边被放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岛。哪一座？卡加布列。在我的旁边。旁边有左或右啊。哦，那个就是那个啊，闪烁暴风，闪烁暴，怕啊！哎，我也想尿尿。我拿到一个守护者贯通之剑哎、欸，我上一场也有拿到，他们是可以让效果消失的，效果消失。祭司他们祭司在左边，祭司在左边，钓鱼啦，左边，祭司左边的，痛！哎，他退。Go， 中间有人来了。哎，是这么好，送绿宝石，祭司跑回家了，跑回家。巧克力不要太深入，巧克力不要太深入，回来。人这么好，退一下好了，怕他们祭司又过来。回补力量。收。哎呦，哦，去敲他们力量啊。啊！差点下去了。有人在丢炸弹。没有那个啊，没有闪烁暴风。哦。对面附魔那边也有一个。哎、欸，家里有。不用怕。不用怕怕。走，他们就到了。好。怕爆。哎。这么踩我们压力板踩到死掉，好恐怖、啊。我们家右边没补。压力板会踩到死掉。刚对面的人就冲到我们压力板，踩在上面就死掉。哈？哪个压力板？你说造桥那个吗？就听到哒哒，然后就死掉。哦，新的设定啊，有点猛。弹射好强。新的设定没有办法踩人家对面的压力板，所以我们放压力板。你说，回家里的压力板是不是？对，踩敌方的压力板。不要跑！我有鼓励怕。那个闪烁暴风，会有渡鱼的那个。对。这样子。左边喽。那个是敌我都一样爆吗？对啊。都、哦、看啥看啥，跟以往一样啊。难怪看到一堆渡鱼。左边。来帮忙。领个钱啊！不会摇。给你。啊！祭司。哎，绿宝石也有。哎呀！没有。哎呀！原来祭司是那个黑人。我的装备也没了。左边有人跑过去了。去提升我们。刚刚祭司在右边。我的钓竿是那个啊，戒符里面拿的。哎、欸，有人来了，有人进来了、哦，有人进来了。那个红红的。哎，小雨挡住他了。没事。哎，你怎么这样？小雨减肥很成功了。我没有那个意思。小雨挡住他了。不要追求我的意思啊！真香哦。哭！我们的守护者岛没有羊毛、哦，笑死！我的鞋子被拿走了。我中间来了几个人，没关系啊。你是保护山的鞋子啊？我的保护山的。
哦，刚刚我把它放到箱子里面，我不知道放到哪一格去。对，这个。哦，看到，我的鞋子。开心，快乐。杜比也太易怒了吧，在旁边一座岛就冲过来有没有？太久，哎，他们及时过来了。哎呦，哎，有病哦，那个杜比。冲很远啊，这么快啊？对，我在就是这边的这个附魔台。还会被炸到？对啊，冲过来啊，超凶！是要来杀人？他们及时很快的冲过来，杀够了，要回去喽。哪边需要支援？没关系，我一直跳。对面有异国书柜。异国书柜。对啊。哦，这样有哦。觉得怕？懂声音。啊、有亮的勇士，等一下，那是从我们家射出来的。从我们家射出来的。哎，作者都在做一些怪事，他刚才射箭，然后射我。那个是一个好时机。大的声音。我看到叉叉机从我们家飞过来，插在我头上的位置。谁又在赌博？我爱赌。赌博要告知。那个牛牛吗？好的，那个炸太高了吧？你飞好高哦！对啊，我看到买那个两组的铁可以买那个死灭岛，可以破坏附近的岛。哦，还有这种岛？对，你要铁，把那个再给你，再给你。耶！两组吗？没有，没那么多。来，我再领一点。杀到前面去了。只是那个守护者的岛屿就会一起没了。哎、欸，又一个人进来了。哎、欸，在挖核心吗？没有。哪里？右边，两个、欸、三个、四个，右边四个。右边哪？小偷，把他们都。左边有小偷。来了，来解决了。有人跑掉了，再追。右边的核心都掉了。哦，妖鼠嘞。有点难追啊，追不太到。大祭司在受伤，大祭司怎么了？祭司。哇塞，集体来偷装欸。集体偷装。集体啊，他们有三个人来偷装。就放在我们介福那边啊。他们刚刚有些人都把欸左边三个。没关系，我也把他们一些杀掉。哦，不要再爆我了。我们右边需要补一下核心。对，右边需要补。左边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祭司。来了，附这么久，附那么烂的东西。看到有人在附魔，他们继续在我们家左边哦，跳台那边。爆炸！不要回去，你不要回去了，你不准回去了，你已经没得回去了。他们继续在跳台啊，在我们家那边。是了，玩完那个不要理他，可以牵制他一下。打这些打好多钱。小雨，你加油，你再撑住，小雨加油。哎、欸，来了就别走。哇！他要走回去了。不要吃。不要吃！完了！不要吃！收工！我挖一下啊！收工！他回来了！我们家的那个力量岛核心没了。好，我刚被炸死了。对，我被炸死。我刚在清理我们家的枯工，结果被炸死了。没关系。哎，汪汪，来了！蚁王来啦！我召唤出蚁王啦！汪汪，你听我说。这里，交给你踩一下。哪里？啊，我踩。那个触发，那是死灭岛，谢谢。踩完掉下去了。他只灭那个守护者岛哎，他只灭一个。对啊，我以为他四面八方都会灭。哎呀，那就没办法啦，那个灭不了。的牛排，他是金的。小雨要装吗？嗯。中间有遗忘。那一套保一的。哦。汪汪，哎呀。哎呀，下去了，中间有三叉，可以放金的，可以放金的哦。好，有在右上跳台色哦。嗯，好。有箱子有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右上跳台。捡到我的鞋子。可能掉下去了，没掉下去也是回我们家。小雨，好戏。我刚掉下去那边，我没。好戏。王在中间，一切都在计划之内，不用担心。我的鞋子。嗯，那回家那个。那个、啊、回收区说不定有。哦，回收区我刚看过了。他会等一下才会回来。衣服欸、可以看一下。居然。右边回收区就有衣服。右边一个。欸、这个遗忘卡在中间。右边两个。一红一绿。好，错了。右边红配绿。红配绿。
来，你以为你丢给我就有用吗？少打，因为它是巧克力嘛，没用啊、哦。冲进去然后死掉了。拜拜。Go go go go！ 等着遗忘走，我就再买一次。没有漏漏漏漏，小心哦！我看新时间。为什么都没有漏？怎么还跑出来了、啊？这个杜鱼。哦。哎、欸欸，还在中间呢。杜鱼就是那个啊，我们想要把它消灭。在神速杜鱼哎、欸，拆不掉，好可怕哦！我把你等一下，等等那个遗忘走了，我们再拆。红红头发，红头发，左边一个史蒂夫，死了死了，左边一只史蒂夫，哦、左边哎、欸，那遗忘出来了，遗忘 Peter 进去了，五十秒，在哪里看那秒数啊？砍他一下就知道了。